好，今天来讲一下如何，在 party 里面呢，可以听得到声音吗？OK，好，在 party 哈，我先打开 party。好，我们所谓的关门哈，这样子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开了一个歌房，在我的歌房这里哈。然后呢？好，我现在比如假设我已经开了一个歌房，然后我现在要所谓的关门呢，就是设定密码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用手指呢往右一划，没有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设定哈。你看房间模式有多手模式，我的歌房这样设定哈。然后呢，你就主要看这个房间密码这个地方，你设的密码，我把它关掉。你看这个就是没有设密码。然后把它打开，就是有设密码哈。那大家喜欢50就打50，对，好，这样子就已经设好密码了，就是所谓的关门的动作，对。然后如果说好，今天先讲这样好了，OK，拜拜。